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著名的起点大学。那起点 Singularity 这个概念呢，大家知道是硅谷的这个未来学家 Ray Kurzweil 首先提出来的。那么他同时呢也是起点大学的创始人。起点理论呢，因为在硅谷非常的盛行，也有很多的支持者，所以呢起点大学建立之后呢，就开始致力于很多的前沿性技术研究，比如说合成生物、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等等等等。这就是他所在硅谷的地址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他的邻居就是著名的 NASA， 大名鼎鼎的 NASA， 也可以说呢，他其实就在 NASA 的这整个区域之内。谢谢。